是四篇九十五篇，我来替大家来念。来呀，咱来唱歌，俄罗斯上主。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。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。地极深的所在，伊创造大海，大海属伊。来呀，咱来集中敬拜伊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上帝的话记载以赛亚书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，以赛亚书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，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。以赛亚书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，面对基督前得到光照了后，忍受大患难。大患难的大挑战，迄个劲，迄是受累的艰苦，予人比人做益处，也是人受折磨的艰苦，你也甲伊有份，因为人伫所难的中间，恁捌体验伊，人手恁的业，恁欢喜忍受，知家己有搁较好有长伫地的业。所以，你去嫌恁好胆的心，因为这有大报酬。恁爱紧着分论，互恁已经行伫上帝的旨意，后来通受所应允的三十七节。因为搁点仔久，也听迄个要来的得到，伊无要恩情。若是我的异人对神来话，说属伊。羞愧，我的心无欢喜伊。总是咱毋是羞愧，地到灵魂的，是有信地到灵魂得救的。上帝话，咱会当做伙去听去行。只是咱要请圣公帝来。